政权，声音有价，请持续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家姐啊，借张信用卡嚟啊！又淘宝唔借？咦，你做咩啊？睇玉文踩场咯！吓，你俾咗月费啦咩？切，你又唔借张卡俾我？不过唔紧要，唔俾月费都有得听，怕咩啊？屋企啲自来水啊，都要交水费先至有啦。唔通啊，系落雨嗰阵啊，你自己装翻嚟嘅咩？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一年一度香港书展又来了，黄毓民新书隆重登场，比橡皮图章更不堪，香港立法机关崩坏实录，记载了毓民对抗港共政权打压，为民主派抹黑，腹背受敌但毫不退缩的议会生涯，见证着香港议会政治的礼崩乐坏，历史几近都有，十大权倾天下的女人，收录经典电视节目《黄毓民历史评说》系列入面从未改编成书的一辑，逐一细数华夏历朝叱咤风云的十个女人，借古奉今。仲有李仪新书《倾听内心深处的呐喊》，细说短语300篇，连同毓民昔日著作。7月15至21号，香港书展2015会展 1B-C37 普罗热血摊位优惠价发售，记得来捧场啦！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毓民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翻嚟第三节啦，嗱，等阵第二节咧，毓民提到咧嗰个香港嘅新闻水平咧就江河日下啦。咁但系而家嘅司法水平咧，或者呢一个即系警方执法嘅情况咧。就比最近有几单嘢咧，都令人真系非常之即系疑惑。当然我哋梗系唔会同意屈永贤嗰个讲法啦，佢撑啲差佬嗰个讲法，即系佢话而家系服务式嘅执法。旧阵时就系即系啊，即系佢意思即系话而家就太过自由啦，啲差佬太过有礼貌啦，屌你嗰下见亲人就揼就啱噶啦，系咪？咁当然我哋梗系唔会同佢讲，同意佢咁讲啦，系咪？个社会系越嚟越开明噶嘛，系咪？你譬如嗰個曾建超案，到而家都冇下文嘅，係咪？係最近要司法覆核，高院批准咗，咪你要公布，咪你要俾翻嗰幾個條差佬嘅名出嚟㗎，係咪？咁唔係點嗰個事處點樣去投訴？點樣最進一步嘅追訴行動咧？係咪？你差人啊唔告，喂你冇拉人，又律政司又唔告，係嘛？咁嗰日打人嘅，咁一定係差人啦，係咪？嗰唔通有啲爛仔去打人啊？我屌你真係！啲初步嘅證據已經好清楚㗎啦嘛。咁你包庇個六個黑警，呢個此其一。你唔好以為你咁樣拖就搞得掂。你始終喺即係啲年青人心目中，或者要出嚟去抗爭嘅人嘅心目中，屌你咪就係黑警，講完啦。第二。嗰、那個退休警司咧，而家退咗休啦。個朱經緯拉住碌警棍，係咁毆人。舊年11月佔領期間，係嘛？大家睇到嘅咧，旺角係嘛？好清楚係咁毆噶嘛？你警察投訴科，喂嗱，呢個又係再次一次證明自己人查自己人嘅結果就係、是、佢又唔成案喎，大佬係咪？係嘛？到監警會
大比數都通過。大比數係個即係投訴成立，投訴成立。咁而家就想翻案，係打人。啊、但係而家啲監警會又想翻案。咪有條撚樣叫馬恩國係嘛？係監警會成員係嘛？喂，如果你咁樣搞個監警會，可以係咁先啊！監警會就係一個相對比較獨立啲啊，咁你有好多唔同嘅人去參與嘅一個咁嘅機構，咁佢都仲要係 base on 呢、這個即係警察投訴科係嘛？成唔成案嗱？你先要投訴警察，要先去警察投訴科投訴警察，向警察投訴警察。咁你而家呢個機制就有一個監警會。係嘛？咁而家好明顯，監警會同警察投訴科對朱經緯嗰個案件咧係有唔同嘅睇法，到最後由所謂特首定斷仲大撚鑊。嗯，呢個有一件。另外一件咧就係本土民主前線上次元朗嗰個所謂光復行動嗰位即係女士啊，俾人利用鉸剪腳，啲好似逃學威龍黃炳耀咁樣係嘛？咁結果咧，佢話佢空襲呢個警察。用個空嚟襲擊呢個警察，結果成為國際新聞，你知唔知？知太幾撚丟架啊！呢啲係嘛？嗰、那個法官唔死都冇撚用，我話嘅 ，OK 係嘛？呢啲法官係唔死都冇撚用。香港如果即係連高級法院嘅法官都好似嗰個咁嘅法官，嗰、那個柒頭法官咁咧，你就死得㗎啦！香港我而家話俾你聽，如果都好似呢個裁判官咁，就死得㗎啦！香港係咪？所以呢個 case 係一定要上訴嘅，我話俾你聽，係咪？所以我希望咧，即係阿 Ray， 如果即係喺呢單 case 度啊，你要你幫我女仔上訴，或者要再做個司法自力救濟，有咩問題咧，可以揾我哋嘅傾嘅，係咪？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幫到手，係好離譜嘅一件事，係咪？佢投訴你非禮，咁你唔成案啦，係咪？跟住你告佢襲警，仲要空襲，揾個空嚟襲警。讲乜撚嘢啊？呢个法官系，仲要话呢个女仔恶毒，投诉警察非礼就系恶毒。嗰、那个系一个督察嚟噶，大佬，系咪啊？而家你系告佢用个胸嚟袭击呢一个啊大男人，屌你恐怖有力嘅男人嘅警察，执勤嘅警察揾个胸嚟袭击你，点样胸嚟袭击你啊，大佬？使乜验下伤？屌你乜幾撚荒謬嘅事啊！呢啲係係嘛？我已經兩節冇講過一句粗口嘅啦。呢啲係何其荒謬嘅一件事啊！你結合睇呢幾單嘢，都係同嗰個佔領運動同呢啲咁嘅所謂勇武抗爭有關係嘛？警察嗰個執法力，所以你屈永賢又係唔死都冇撚用。我而家講嘅，我而家話俾你聽。你話你係正常人，呢、這個雨傘革命係引咗啲屌你呢神經有問題嘅人出嚟咁。即係你話講超人同我咁老友，屈榮賢我都識佢好多年，我都不得不講，你呢一種咁嘅言論，你講俾咩人聽啫？係咪？歪理講一百次都唔會變成真理嘅，係咪？仲要講到你係正常人，屌你我哋就唔正常，去佔領運動嗰啲全部精神有問題嘅。如果真係好似你個邏輯咁簡單。呢、這個社會就咩事都冇啦，大佬，係咪？而家仲嫌啲警察打人唔夠狼，即係如果用屈榮賢嘅邏輯，屌你有冇最好個個攞支槍就射就得啦，係咪啊？咁你睇下香港會唔會亂，係咪？屌你暴動嘅時候，睇你使唔使帶幾個仔女走，幾個女走？屌你超人使唔使移民？屌你兩邊真係啱啱啊，係咪？即係你係而家。是去煽動啲即係嗰個社會嘅族群嘅衝突啊嘛！呢個係大佬，可唔可以揾啲所謂支持建制嘅人解俾我聽？呢三個 case， 一個曾建超俾電視台清清楚楚影到幾個差佬喺暗角打一鑊圍揼嘅，係咪？然後可以冇事。要搞到高等法院司法覆核，由歐慶祥法官裁決。喂，大佬要交人，交個名唔係交人添啊，仲係係咪交名啫？然後呢個咁嘅警司，呢、這個就真係精神有問題啊！你老母揸住碌棍係咁拗，係咪啊？喂，冇任何
即係動武嘅嘅積蓄嚟嘅，行緊嘅啫，喺背脊嚟噶。喺度喺度行緊，你係咁拗。喂，你如果想個社會變成咁，好撚易噶，拗撚翻你噶啦，下鋪就我話俾你聽，又一單，跟住嗰個本文前嗰個女仔，你淨係睇呢三個 case 你就知道，仲有咩公義啊個社會？唔撚暴動啊，真係好奇怪喎，係咪？到如果發生動亂的時候，你林超榮最好帶埋屈榮儀同你三個都快啲走添喎。喂，你嗰啲要維護香港安定繁榮嗰啲人，包括你邵盧善啊、雷鼎明呢啲撚樣，你話俾我聽，你解俾我聽呢幾單案先，唔好坐喺個書展度大大聲喺度屌你啦，咩譴責嗰啲佔領嘅人係咪？包括你邵盧善做咗咁撚多年報紙，屌你乜？我真係識你幾廿年，我好撚失望喎，俾你聽。你而家搏咩啫？嚇！你邵盧善搏咩啫？屌你移民啦，去西雅圖啦，撲你個街，啱唔啱啊？係咪先？香港到咗而家咁嘅所謂危急存亡之秋，有一班年輕人佢對前途覺得好撚渺茫，係嘛？你唔係用一種哀驚勿喜嘅心態，你做咗幾廿年人喺香港，屌做幾廿年六報人電台嘅高層，喂你而家行出嚟，屌你助紂為虐！是吧？当我冇捻识过你，阿邵老总 ，OK？ 大家见到面唔使打招呼，系咪？因为你哋呢啲人系用心可诛，唔系你净系揾人，你呢班人，包括嗰日坐喺度一个叫阮纪宏呢个共产党嚟噶嘛？屌你后尾呢个咪旧时香港商报采访主任咯，系咪？啲胡须仔系咪喺大陆一段好长嘅时间？啲共产党嚟噶嘛？呢啲系啱唔啱啊？坐曬喺度，咁咪點啊？嚇！潘麗瓊呢個八婆係嘛？咪又做過呢啲淫賤周行嘅，即係嚇都壞事做盡噶啦，又係係嘛？做涼粉而家就係嘛？唔緊要噶，你有你嘅好鮮明嘅政治立場，唔緊要嘅。屌你唔好埋沒良心啊嘛，大佬！你呢班人解釋俾我聽呢三件 case， 你俾個公道我就得噶啦。喂，你話嗰個女仔抵撚死啊！屌你啫，啊，就算打到俾人哋整到通面血，跟住揾個空去頂人喎！屌你咁樣仲唔撚告你襲警係嘛？幾荒謬啊，大佬！國際新聞點啊？呢個係咁啊？呢個咁嘅黐線警司係嘛？喂，有曬片有曬嘢嘅，屌你咁你監警會仲有啲柒頭想翻案係嘛？冇所謂的，你到最後就係雨皆亡嘅啫，好簡單。你呢班有本事嘅人快啲走添啊！我而家話俾你聽，所以你香港即係嗱，你而家講呢啲咁嘅所謂執法嘅水平，你就係睇下，喂，有個咁嘅秃鹰，有個咁嘅梁振英，屌你啲差佬都黐撚咗線啊嘛！而家係啱唔啱啊？每次少少嘢就好似曬馬咁，一定要多人嘅，啲差人要係嘛？個個屌你目露空光係嘛？喂，嗰、那個弱質女流，俾你用鉸剪腳夾住係嘛？到頭來仲要告佢襲警，告佢襲警不得已，係告佢用胸部襲警。即係呢個真係我都好難，好難去接受。所以我希望呢班人呢咁啊，呢班咁嘅陳碌，我頭先講咧，你解俾我聽啦，係咪？即係我係覺得好撚失望，尤其少仔呢啲，喂，你退咗休好多年啦，大佬做咗助理廣播處長，係咪啊？屌你咪真係不甘寂寞，行出嚟語無倫次，係咪？幾十年朋友咁啊，大家見到面唔撚使打招呼，誒、哎，我都識救人啊，真係唔好搞。見撚到你啲咁嘅人，我又冇嗰種勇氣同你繼續屌你咪真係，屌你咪衰你好似超人咁樣，大家唔使打招呼噶啦，係嘛？即係雖然相識咁多年啦，唉冇啦，我真係舊，即係舊啦，屌你咪，唉我唔撚想識，即係半為鬼啊！OK 啊，屌你啦咪，屌你啦咪，唉，所以我哋都好撚孤獨。啊！引见朋辈成新鬼，屌你啦！
就仿舊半為鬼，唔撚使仿咧，引見貧輩成新鬼，一大堆鬼。你唔可以同我講啊！呢啲政見唔同，都唔係政見唔同，係屌你老母你，喂，你係歪曲事實、混淆是非，仲自鳴得意，屌你老尾！以為道德個光環喺你頭上，屌你老尾！真係係咪？解俾我聽啦，係咪？嗰個警司，哦，馬英國講，咁我要處理啊呢啲咁嘅衝突環境，佢梗要適當武力。我屌你乜個個，喂，準備走人噶嘛？係屌你！頭先我哋講啊，喺佢背脊嚟，我已經行咗係背脊啊嘛。咁你而家勾勾佢背脊啊嘛。仲有你唔可以告佢殴打，唔可以告佢殴打。咁有人提醒我用铰剪腳嗰個係另外一個恐襲，另外一個咁我講得快啫。咁你铰剪腳夾一個，屌你夾住一個，另外嗰個恐襲咧，另外一個係咪？但係呢個真係你話香港邊仲有得搞啊？係咪？咁除咗呢單仲唔止噶嘛？好多，仲有你而家鉛水個問題啊嘛！啱而家遇到啊。兩毛子啊！哇！而家大家一起去抽水啊！屌你咩源源有源源不絕，源源不絕啊！屌你，大家一起去抽水。呢個源字真係啊！屌你咩啊！呢個呢好寫標題呢個呢個蔣麗雲又去驗水啊！不若呢個另外嗰個一嚿雲啊，即係啊，專美專美啊！嗰個呢鑊係嚇就起朵啦，係咪咁話？屌你佢就大鑊啦！個老公係中國建築嘅非執獨立非執行董事啊，俾人話，跟住佢自己又去驗，其他啲政黨又去驗，咁點啊？屌你乜你咁撚！唔專業嘅，你要驗咩水啊？而家政府啊，全面都要驗。2013年之後落成嘅公共屋邨都要驗，係嘛？好啦，佢係請你，即係大家安心啫。我如果咁樣，2013年之前，屌你乜嗰啲屋邨落嗰啲使唔使去驗啊？咁啊，即係全香港都要驗。唔係，咁你驗完公屋，咪驗私樓咯？你連私樓都開始而家咩啊嘛？咁但係我建議就重新驗過一次東江水源頭嘅。水質嚇，咁啊大家就可以知道個真相啦，係嘛嚇？所以唔好話啊，屌大陸嚇，冇大陸嘅水你又飲都冇得飲，屌你日日飲啲毒水嘅啫，原來屌係咪仲要俾好撚多錢啊？知唔知啊？嗯，喂，呢間嘢喺立法會入邊應該坐一坐佢喎。俾啲咁嘅水，年年要咁加水費喎、哦。講好多噶啦，都冇乜用嘅，即係你而家即係實在太多嘢，係嘛？鉛水又有問題嚇，跟住又成個社會又出現咗不同環節嘅問題，咁搞落去點搞咧？冇嘅，呢個政府管治基本上係失效嘅啦，已經。嗯。咁你政改之後，你又冇展示一個態度，就話我哋啊，即係個政府而家將會全力啊。哦，佢有講過，而家係已經放低咗呢個政治嘅爭拗啦。唔係佢個講法，連俾阿曾玉成都喐佢啦。係啊，佢個講法就係話嗱，政改之後否決政改之後咧，而家即係就淨係講經濟民生啦，咁啊唔講政治嘅。曾玉成話呢個係唔合理嘅，係唔通嘅呢個講法。屌你乜政治日日都存在㗎啦。咁你而家創科局今次。又被人堆冧咗，係嘛？加開28小時會都冇用，咁你10月再嚟，咁你又係嚇？佢、啊、如果夠十月再嚟又瓜，咁點咧？即係咁樣。咁於是咪動員啲建制派，好似嗰日咁咪日日屌嗰日嗰後屘剩翻嗰八個嗰六個鐘頭，就係咁開呢個莫麗江波嘛。咁啊好簡單，盲嗰度睇到就係搶佢個功能組別個位啫嘛。哦，又咁可懟一冧佢。啊，懟冧莫麗江咁咧，出年啊呢個資訊科技界莫麗江咪可以早頭咯，咁解啫嘛，其實就係。懟唔懟一冧佢後邊個老細啊？唔係咯，懟一冧啊，你拆街啦。所以功能組別係萬惡噶嘛，佢全部都係做代言人嘅啫嘛，係嘛？咁
你但係如果呢個創新科技局，佢雖然呢次就話即係個撥款申請就咩啫，咁但係十月開會又過啦，實過啦，又嚟㗎啦，實過啦，大家都喺度浪費生命嘅啫，到最後都係俾佢過㗎啦，睇個款。不過而家就趁呢個時候玩下你係嘛？即係總之就同埋睇下啊，睇下冇過咯，睇人力嗰兩位咯，我哋都係做跟屁蟲嘅啫，係嘛？佢拉布又唔關我事嘅，係咪？我冇份拉嘅，屌你咪，我有份講嘢啫嘛。唉，咁但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個結果就咁樣啦嚇，咁即係可以將嗰件事推遲到十月。咁但係呢、這個即係講話期間咧，即係呢個建制派好似都講完之後出嚟就成堆人企喺個立法會面前話遺憾喎、哦。咁咪唔係講咩嘢啫？唔係佢俾人遺憾咗咁撚耐，遺憾翻你啫嘛，係咪？我而家睇呢啲嘢，我冇感覺嘅。即係對我嚟講，我係立法會啦，我睇住呢班人咁啊兩幫咯，我冇感覺嘅喎。是吧，咁有時佢哋喺度屌護軍嘅時候，咁我喺中間抽下水食下花生，跟住我就喺度喐下人嘅啫喎，我兩邊我都唔俾面嘅喎，我已經好俾面劉慧卿嘅啦，屌你名分唔撚準講，係嘛？呢個係戰士女性，屌你二拉架都唔講得嘅。嗱呢個就真係要講啦，二拉架二一個二俾你拉嘅架就唔係二拉嘅架，咁都喺呢個會議上邊被好撚大鑊喎！呢個唔係即係講笑咁講啦，咁婆婆媽媽唔準講啦，屌你點解唔係麻甩麻甩啫？點解要婆婆媽媽啫？屌佢即係上撚曬腦啦，已經係動不動就一講親女人，你讚我哋女人就得，對女人有貶義就唔撚得，所有嗰啲詞語全部唔用得。逆向歧視，逆向歧視，幾撚大鑊嘅喎，惡領過毛澤東，係咪啊？文字獄，屌你咪真係，唉，你個人唔好婆婆媽媽，豈有此理？咩婆婆媽媽？就係侮辱女性喎，二拉小三呢，全部唔撚準講嘅喎，係嘛？屌你，譬如一個成語叫妾身未明嘅，唔撚準講嘅喎。喂，如果咁樣嚟講，真係無限上綱拿出嚟，好撚多中國成語全部唔用得嘅喎。嗱，而家咧，楊偉雄就真係妾身未明啦，咁阿劉慧卿就拍台噶咯喎，乜嘢妾身未明啊咁？咁你話呢個立法會係嘛？呢啲已經咁高水平噶咯喎，慶姐已經民主黨主席嚟噶咯喎，已經係。你睇嗰段發言，真係高水平噶，係咪？咁啊唔係嘅，咁啊阿明報咁啊訪問佢都插佢兩嘢啦，係嘛？但是這個立法會這個狀況呢，就明年呢大家要做一個清算了，哪些議員是怎樣表現，怎樣哪些議員怎樣，是啊，我們都會被人清算的嘛，如果我們去選，是啊，不一定儲了你很多東西，是啊，清算你的，你做很多壞事的啦，是不是，又收共產黨錢，我沒有證據的，不過我認為你有收，是吧，那你就有收的啦，你就有收的啦，屌你什麼，這個還是我的舊黨友陳偉業周街去說的，他叫他拿些證據出來，我不用洗證據的，是不是，就是這樣，那你都收很多人錢，我知道，我有證據添，是不是，我都可以講噶嘛，老蕭，唔好笑我，我有老蕭，不過我唔會講，我有證據嘅。屌你冇咁撚樣都得嘅，嗰啲邏輯就係咁樣。咁但係我覺得你要去清算一個立法會議員咧，由選民去做一個決定，呢、這個係都係好合理嘅，天經地義。天經地義。咁但係咧就一定係要啊攞一啲具體嘅事實出嚟，係咪？又咁係咪？清算立法會嗰個責任個權利咧就喺選民嗰度。就唔喺你呢班陳六，你啲全部有私怨嘅，不能作準，係嘛？要票債票償，要清算嘅係選民，係呢個最合理噶啦。好嗱，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哋嗰、那個即係仲有上兩三分鐘我要講嘅，嗱，而家就已經係21號啦，咁就即係話咧，每個月嘅月尾呢十日咧。咁就啊，救生員咧就交代我，喂，要提醒啲人啊，交月費。呢個月費咧係下個月嘅交，八、okay? 月份，八月份嘅月費，但係就有喺七月最後嗰十日，就係呢個收月費嘅時間。咁希望大家啊繼續支持，持續支持呢一個月費計劃，係嘛？特別係我哋有啲新秀，係嘛？有啲新嘅節目，大家俾啲鼓勵嚇，即係俾啲年青人，係嘛？咁啊，呢十日咧，希望大家盡量利用個 PayPal 啊，或者其他我哋可行嘅方式，就去交你個月費。嗱、啊，我哋第一個月咧，即係六月份啦嚇，嗰、那個即係比七月份嗰個月費咧，
咁我哋埋單咧計數咧，就發現咧，即係有好多人都會即係俾超過一份一個節目嘅月費嘅。咁我哋希望呢一種情況咧，就可以繼續持續落去。OK， 你都係唔止淨係俾一個節目嘅啫，你可以俾兩個節目或者三個節目都得，係嘛？啊，譬如你覺得誒呢、這個素人希爾啊，呢幾個後生仔值得支持，鼓勵佢哋，咁你咪又繼續支持佢咯。唔係淨係第一個月你有支持。跟住第二個月你就不支持咁，另外而家我哋有啲新節目噶嘛，譬如盧斯達嗰個盧斯動眾，咁佢啱啱做，咁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下佢，係嘛？咁呢個就係我向大家嘅呼籲，係嘛？咁當然啦，你唔交月費嗰啲，佢都一樣係有得聽有得睇我哋嘅節目嘅。我哋呢種收費嘅模式咧，同其他嘅係唔同嘅，係嘛？唔係話你唔交錢，你唔交月費，你就冇得聽啦。咁但係事實上，有啲有心人或者佢覺得係值得支持我哋嘅，佢能力又負擔得起，咁啊唔該你交月費啦，係咪？咁當然交月費嗰啲。我哋有啲活動咧，佢係優先參加嘅。譬如跟住落嚟，我哋有呢個新書發布會啦，有現場版啦，係咪？甚至乎嗰本書可能有個折扣啦，譬如八折啦等等啦，簽埋名啦，係嘛？咁呢啲咧就係你有俾月費嗰啲，全部都有嘅啲所謂 benefit 啦。咁你都有個分別啦，係咪？咁上次。那個論壇啊，咁而家我哋會將佢剪輯咗之後咧，就即係播出嚟，就大家都有得睇。但係之前咧就淨係俾嗰啲有交月費嗰啲先有得睇嘅。咁啊，咁呢個就係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呢個即係月費計劃啊，持續支持。上個月有俾過錢嘅，今個月唔該你繼續俾。上個月冇俾過錢嘅，今個月唔該你俾。啊，就係咁多嘢啦。多謝大家。啊，多謝多謝。咁啊，講得多話都唔我哋煩嘅，冇所謂啦。咁啊，但係提一提大家啫嚇。咁啊，以後即係唔係日日提，又唔使驚啊。係呢幾日提嘅啫，呢幾日提，因為係要俾下個月嘅，所以呢幾日要提。啊，呢個就係啊，我哋個嚇總監交代我嘅。好，咁我哋拜拜，拜拜。